你看嘛，嫂子，婆婆都不理你呢。不管，先洗掉吃。 老大媳妇，鱼放这里，婆婆帮你做。嗯，婆婆，你不是不愿意做吗？我是过来准备配菜的，你们两个儿媳妇我都一样疼，快去洗洗吧。好，谢谢婆婆。给她改个花刀，葱姜、料酒、盐、鸡精、白糖、酱油，给她抓拌均匀，腌制半个小时。 现在用小酥肉中药粉调的脆皮糊，用它炸出来的鱼块酥酥脆脆的，老大媳妇肯定喜欢吃。它可不是普通的面粉，它是黄金配比，炸出来的东西又酥又脆。外面很多火锅店、炸鸡店都在用它，调成这样的糊状就可以啦。跟它来炸排骨、炸小酥肉都可以。以前9块95包，现在直接80包了。我放在下方啦，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看。 婆婆，可是我想吃炸鸡腿。下次给你做，一会儿一起吃炸鸡鱼。嫂子抓的鱼我才不吃呢。下一个。 婆婆，这油这么好吃吗？那当然了，婆婆做的什么时候不好吃了？来，你也尝尝。哼，我才不吃呢！我想吃炸鸡腿，你不做，你偏心。阿壮，你确定不吃？不吃。婆婆，那我们都端走，全给小叔子吃。哎，小叔子，你要不干我，你干嘛给他吃啊？那你又不吃，只能给小叔子吃喽。吃吃吃，我吃我吃我吃。嗯。